我和我的祖国大热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一个女排，然后我就觉得挺厉害的。我爱我的祖国，祝祖国越来越繁荣吧。真好，我爱我的祖国，祖国真的牛皮。就很多明星唱的歌挺好听的吧？找不到男的陪我看，那骄傲，感到自豪。我看了之后蛮感人的，片段非常的就是真实吧。祖国还是蛮强大的，就觉得是一个中国人就很自豪嘛，就感觉祖国现在越来越好，感觉很开心。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情节，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就从就是49年开始的各大历史事件这样子，对，然后里面有些那些男演员挺帅的，对，然后里面都是那种大热的明星这样子。